这个总题的由来呢，这个可以说李弟兄执事末期啊，主直接启示他的一个负担。我们知道到94年，李弟兄呢的这执事就来到了一个高峰啊，神成为人，为要使人成为神，并且呢，这个到开展这一面也是来到一个高峰。但是李弟兄同时在揭示这个真理的时候，撒旦就攻击他，给他生了一场大病啊，病好了之后，他就到主面前有很深的祷告和寻求，主啊，你在我这样病后啊，要这个供应什么样的真理，什么样的这个话语，主就反问他，你看全地召会这么多，但是基督的身体在哪里？基督身体的实际在哪里？所以可以说嘞，这样的总题乃是嘞，在李弟兄这份执事到最后的阶段，最成熟的阶段而有的基督身体的实际。当然基督的身体啊，召会作为基督的身体不是在李弟兄1994年才开始看见，早在1939年倪弟兄的时候，他到欧洲去访问啊，就看见欧洲仍旧在传统的这种各宗各派的那种情形，整个神的儿女是在一种分散分裂的状态完全没有办法叫主得着满足，所以回来了，他就从神那边得着基督身体的启示啊。不过当时呢，在我们中间对着同工讲基督的身体呢，也是呢对牛弹琴你看历世历代以来都是呢各宗各派的这种传统下来哈利路亚。主就在这个时候把基督身体的这个真理启示出来。我们把六篇的大题这个篇题六个大点一同读。实际的灵乃是基督身体的实际。二，为着基督身体的实际在我国里生活。三，借着活在身体的边界里以及调和的灵里，并借着活成基督的实而在基督身体的实际里。好，我们暂时先读这三个大点第一个大点呢我要给大家一个图画，就是那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我们都受了教导，这个就是在四福音书里面耶稣所活的一个生活，简单的说就是在他人性的美德里面彰显神圣丰富的属性。你不要看我看见主耶稣在四福音里面医病啊，赶鬼啊，五饼二鱼啊，这个变饼，这个变死亡为生命啊，他的这个耶稣在四福音里面的生活是这些，不是啊，这个就不是基督身体的实际，那是非常的外在。那内在是什么呢？12岁的时候，他呢，人家寻找到他，有一点对他的责怪，他就说，我岂不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他常常说，我为父的家心里焦急，如同火烧。他呢变了五饼二鱼，行了神迹以后，他怎样？众人要簇拥他，他却暗暗的退到山上去祷告。去祷告。他常常呢拿起饼来望着天，注谢了，拨开，这个是嘞，基督身体的实际，就是说到内在。第二大点，基督身体的实际在复活里，它是一个范围。基督的身体实际是在一个复活的范围里面。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复活呢，他带出三样的出产：一，他身为神的长子，他成了赐生命的灵，他呢产生神的种子，就是基督的身体上的种肢体，要构成基督的身体。那我们对复活有呢第一个阶段这样的真理的揭示。第二呢，我们要看见一幅图画，就是那根呢亚伦发芽的杖，
这是从民数记十七章十六、十七、十八章十七章里面的啊，耶和华神为这些的这个以色列子民十二支派，他有一个表白，到底他拣选哪一个人哦，谁作为嘞？哎，他的这个建造者还有带领者，所以十二支派十二根这个杖呢，是摆在会幕里，约柜的前面，经过黑夜，所以这个经过黑夜就是经过时，然后这个十二根枯杖当中就是亚伦发芽的杖，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你的杆、你的杖都安慰我。杖最主要用来牧养神的群羊，所以当你的身上有一根亚伦发芽的杖，并且呢，生长发苞，结出熟性，有果子可以供应人，也就是呢，神所为你表白，你是呢，神所设立制定的牧人。当我们去家聚会牧养小羊的时候，我们身上要有在复活里亚伦发芽的杖，杖同时呢，也是呢，花萼花苞长出那个金灯台的金树的七个呢枝子的分叉，都是有这样的。就说金灯台是召会，召会乃是在复活里，召会是会生长的金树。好，第三呢，我们看见呢，基督的身体的实际，哦，是一个轮轴，然后有三根的轮辐，一嘞就是在啊生机的连结里，二呢就是在相调和的灵里，三呢就是在基督的磨成他的死里面。啊，这幅图画简单的看一下你就记住了。啊，借着活在这个生机的连结里，在调和的灵里，在磨成基督的死里，那生机的连结，我们总要来看呢，农夫皆知的这个啊，这个图画来说出生机的连结。我们既然受尽归入基督的死，就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连结生长，也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生长。啊，要接枝的时候必须得砍一刀，母猪母树枝，那个母树猪，哦，那个要砍一刀，分枝也要砍一刀。主耶稣是那一颗嘞，好橄榄，他已经在十字架上被神砍一刀。我们这一班呢，分枝要接上去，我们也得砍一刀。我们砍一刀很简单。哦，主耶稣，我们砍一刀很简单。主啊，赦免我，我是个罪人。你一悔改啊，你就是被砍一刀，得以接在好橄榄上面，我们就得以从好橄榄上得着根的肥枝，生命的枝浆的供应。第二个呢，调和的灵。哦，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女了。啊，这个律法的义成就在不照着肉体，只照着灵而生活心。心思至于灵，就是生命平安。这个灵，大写小写，神的灵、人的灵，这个灵就是调和的灵。我们在调和的灵里面，带我们进入基督身体的实际，哦，磨成基督的死。什么事我们都主啊 ，No longer I, but Christ， 不再是我。主啊，哎呀，传福音接触人，主啊，他怎么都没办法带他得救啊？哦，你要在主面前呢。主啊，不是我，是你啊！我没有能力带他得救啊！主啊，我伸言的时候人怎么多嘞？哎呀，听不懂啊！哦，主啊，下一次我不再是我啊，乃是基督。你要这样，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好，我们在四五六，
香条为着基督身体的实际。第五，而活在基督身体的实际里。六，活出并做出新耶路撒冷，以建造喜爱，就是基督身体的实际。相调的意思嘞，哎，就是嘞，刚刚的讲过了哈，调整，使之和谐，调节，并调在一起，还是失去区别。这个乐团呢，来在一起的第一个就是调音，哎，这个就是嘞，哎呀，调一调啊，然后呢，在一起合奏哦，哈姆尼，这个就非常的和谐，然后呢，就能够奏出非常和谐一致的交响乐团啊，那也失去区别。每天早上教会呢，有一班人一早呢就带着他们属灵的呢琴啊、瑟啊、乐器啊来有晨祷。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就个人先到主面前调灵啊，调在一起呢。祷告的时候呢，他不是自己祷告自己的，祷告晨祷的时候呢，你是用耳朵晨祷，哎，用阿们晨祷，哎，啊，听左邻右舍坐在你旁边的他们祷告什么声音。什么腔调，哎呀，什么呢，这个key， 哎呀，然后你要跟他们调在一起，然后你再有一些祷告，等到你发音的时候，哇，你这个音呢就是和谐一致。任何事都是如此，在教会中的配搭，包括呢做饭做爱宴，你要做这个四神汤，然后我要做炒青菜，你要做，哎呀，要大家来在一起调一调， Amen。啊，不是嘞，这个出外烤肉就叫做香调啊，调在一起，有经过刚刚志王提醒我们的，一经过十字架，二凭着那灵，三目的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四过程中要基督分赐给人，这个是香调啊，所以呢，香调不是嘞，出外哇带着啤酒去香调，那这个。没有经过十字架第一关就没经过了，哦，像聊嘞就嘞，喝咖啡聊是非，哎呀，这个嘞也没有经过十字架，没有凭着领啊。哈利路亚，感谢主啊，哦！我们现在，哎呀，对香条嘞，哎，都有一个嘞正确的认识。香条的图画在嘞罗马书十六章，保罗借着推荐与问安，我为你们推荐坚格利教会的女执事菲比呢，她是呢在许多的事上呢互助了我啊，问了比西士安啊，问了这个啊，这个谁安啊，哈，许多的问，在与我同在的这个啊，我的亲属嘞，路球也问你们安，你看他个别门圣徒们一个一个问安，然后二十二次的问，提到28位的弟兄姊妹的人名字，嗯。啊，其中呢，大多数是女性啊，是姊妹啊，哎，所以姊妹呢，在教会中要占多数。为什么会推荐？因为保罗呢，哎呀，真是真赏弟兄姊妹啊。他为什么会问安？因为呢，他的心肠关心每一个弟兄姊妹。哎呀，那个弟兄的姊妹呢，去开刀，现在情况如何啊？哎，你就会问安，哎，愿他呢，哎呀，顺利啊。哎呀，那个弟兄呢？哎呀，在教会中服侍啊，是不是还很正常啊？过教会生活啊，火热爱主啊，也很关心。你看，保罗呢？哎，在罗马教会才没有几个人，几乎个个都问过了哈。他全部的罗马教会都在他坐在腓立比监狱里面的脑袋瓜里面，就是在他的心肠里。所以我们要效法使徒，将众圣徒带进基督身体全体的香条里，也要将众教会带进基督身体的基条里面，阿们。好，第五类，活在基督耶稣的心肠里，而活在基督的身体里。啊，这个心肠呢，是 inward parts， 内里的部分，里面的部分哈，哦。这个比前面呢，活在调和的灵里更内在哈。哦，这时候呢，调和的灵已经呢渗透，已经弥漫，已经扩展到我们魂的各部了，叫我们的心思成为基督耶稣的心思，啊，意念
成为基督耶稣的意念，所以你们要在基督耶稣的心肠里。保罗常常讲，我在基督耶稣的心肠里怎样切切的想念你们。哎呀，他推荐欧尼西姆给腓利门的时候，他说呢，他是我心上的人 ，He is my very heart。哦，他说这欧尼西姆其实是一个可以讲说是黑奴啊，啊，偷人家东西逃到了别地方去，被罗马的警方逮捕了，下到监里面判刑，可能窃盗罪，先出狱。保罗呢，政治犯关比较久。所以他出狱的时候，保罗就写了一个推荐书给了哥罗西教会的长老这个腓利门，他是我心上的人，他从前呢，与你可能没有什么益处，从今以后对你多有益处，他呢是暂时离开你，从今以后呢永远与你同在，一直的推荐这样的弟兄。你看保罗对这样一个呢，可以说很在我们世人的眼光看不太的起眼的弟兄，他呢是放在他的心上，基督耶稣的心肠里。一个身体一位灵，这个灵呢就渗透到众圣徒的心里面，就有一个身体的感觉，有身体感。身体感呢就是 consciousness， 跟这个 feeling 不太一样，你对身体有感觉跟你有身体感不一样。哎呀，瑞穗某一位弟兄要移民到外地去了，你有没有感觉啊？德国呢莱比锡要开展啊，你有没有感觉啊？ Amen。 莱比锡就在呢柏林的旁边啊，我们呢这个顾到柏林，去年接柏林的这个服侍弟兄们说呢，现在觉得圣灵有工作有引导，要到邻近的铁路中心莱比锡城去传福音，所以我们现在就在身体感里面交通出来与新北配搭，我们在那边租了一个房舍啊，然后呢一年我们分作四季啊，一二三月一季，四五六月一季，我们就分配到一二三月，我们现在有人有身体感，他就要去开展啦。哈利路亚，赞美主。那保罗呢，他就是一个这样的榜样，还有为众教会的忧虑重重的压在我身上。你看保罗呢，他真是一个有身体感的人。 Amen。 最后活出并做出新耶路撒冷以建造锡安，就是基督的身体的实际啊。锡安没有新锡安，旧锡安，锡安就是锡安。耶路撒冷呢，有千年国的耶路撒冷，有永世的耶路撒冷，永世的耶路撒冷人人都有份。但是呢，千年国的耶路撒冷呢，只有有份于锡安的人有份。锡安是呢耶路撒冷城稍微高一点点的地方盖造的这个圣殿的所在。当游走锡安，四围旋绕，所以锡安是中心。当呢，这个锡安呢在北面的山上，这个耶和华作王掌权啊，那里有锡安城，它是呢居高华美。对，锡安就是带给众教会，教会中带给众圣徒祝福的那一位。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们。哎呀，我们都是从锡安得到祝福。你看这个尊贵的弟兄，居高华美的弟兄，教会的中心的弟兄，我们从这些呢，这个高一点点，他高一点不是地位高一点，高一点点是他呢，爱主多一点点，心愿强一点点，性格呢，坚定固好一点点。我是在从教会中许多年长的这些呢，老根老干，弟兄姊妹得着话，他是教会中的锡安。Amen。 做出并活出新耶路撒冷，这个活出新耶路撒冷就是以弗所书四章十五节，做出新耶路撒冷就是十六节。十五节说长到元首基督里，十六节说本于他全身借着每一丰富供应的节，并借着每一部分一起度量而有的功用，得以联络在一起并结合在一起，便叫身体渐渐长大，以致在爱里建造起来。所以我们要做出要联络，做出要结合，要在那边供应的结。
尽其功用，尽其功用功用而有的每一部分，每一部分依其度量而有的功用，啊，就叫了耶路撒冷，叫叫这个基督的身体长大，啊，被建造。